嗨，欢迎今天的试喝员。哦，怎么好的荣幸？就是、我们要喝什么？那个姜汁拿铁，姜汁你知道吗？姜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姜是老的辣。对对，不是那个姜的辣，就是我。我比较辣，我比较辣。你比较辣。姜里面有姜辣素，还有姜醇，还有姜分。如果我们要做姜汁的话，用老姜，不要用嫩姜哦，嫩姜味道不够厉害。Hello， 很高兴又到了星期五咖啡日，今天来做一个姜汁拿铁。老板，快一点哎！好，真太快。切个丁，对不对？从姜汁开始做嘛。加点水，打起来。哎、欸，是怎样？我来喝喝看。放一点蔗糖进去，没有蔗糖的话也可以放黑糖。15克的生姜就放30克的黑糖，加一点点盐巴。像我们比较偷懒，就是果汁机打一打，然后来煮就会很快。现在这种天气啊，突然变冷了，容易感冒，应该可以喝一个。哦。不知道煮到什么程度嘞，就这种眼睛雾雾的。不知道煮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煮到它辣度你觉得 OK 的时候。要不要喝喝看？好香。有渣渣哦，渣渣把它吃掉好不好？哇，好喝。这个姜汁嘛。有一点渣渣没关系啊，你如果很在意的话，你就把它沥掉就好。这大概50cc。配一点咖啡冰糖。De puta madre。De puta madre。味道会浓，但是不会辣，我觉得很适合冬天。靠北好喝，靠北好喝，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做，很简单的，就你不会拉花也没有关系啊，你就是跟牛奶一起煮热，倒到咖啡里面，嗯，是讨论一些比较，来你喝喝看，心得报告50个字就好，啊不，15个字就好，谢谢。谢谢今天四合员叫什么？曲南鱼。好，谢谢今天四合员2号，叫什么名字 ？OK， 那我们就下星期五见。下个星期五见。我有个问题可以问你的观众，我有个问题吗？好，好，针对。你的观众，你们会觉得很会泡咖啡的男生是比较帅吗？当然是啊，没有人，就是他们要留言说，没有，全部留言是。